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 IG、FB 还有 Twitch。那首先，各位有看到这一个“天地节”三个大字的吧？那这个就是台港澳的这一次的“天地节”手游经典包装。那谢谢厂商，有关注到我的频道，然后呢？知道我是一个老粉丝啊，天地节的老粉丝，然后就厂商都寄给我这个天地节的礼包。那在7月11号，天地节的官方也有抛出这个礼包的抽奖活动，那总计是抽80名，那里面有封测的序号，我看那个官方是这样子，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拆开来看。好，因为我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micro USB 的线，然后呢，他很贴心的送了一个 micro 转 lightning 的接头，对吗？是 micro 吧？这是 micro 的吗？对，但是我是用安卓的，我是用 Type C 的啊，安卓的 Type C。好，在这个是这应该是行动电源吧，在之前他们有抽过行动电源啊，这个是谁代工的啊？看一下，这是身为工程师的我还是要稍微看一下，没有写，我看不出来，不过很薄啦，我的手是这样，然后上面是冰梨 OK。 好，然后它的电池容量啊，电池容量是4000毫安时，比较少一点。输出是5伏 1A。OK， 这种质感，但我也不会去用它了。哇，太爽了吧！它盒子做的很漂亮。啊，这是我们天地节的人物啊，叶明龙、耿云一、仙羽超、四象老人，灵山老人，对不起，然后就秦威刚了，夏侯仪、冰里、风铃声、玄机，他这样把仙羽超放在这个里面，然后还有灵山老人，我以为他会用那种幽沉的放在一起啊，神魔至尊传的放在一起，好，再来。这个是8月31号前填写我的伺服器角色名称和游戏 ID， 寄给天地节活动小组，就可以获得神秘礼物一份。哦，好，这个是明信片，我唯一记得的就只有你。哦，这个就是之前那个台港澳的影片，事情预约的影片的那个明信片，然后这边一样，真印一定是真印的，不过现在陆服都还没有出现真印的模组跟消息哦。好，罗喉，那左下角是谁啊？哦，这个左下角是谁啊？是谁？
女娲吗？中间是罗侯吧？罗侯，这个是这女娲吗？哎，我现在发现左下角还有一个人影，是女娲吗？还是伏羲？应该是女娲吧？罗侯、女娲啊，这个人呢？这有几个小人？哦，这个好，这我才真的不知道。好，如果知道观众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再来，哦，这个也是之前的那个预约的影片有。OK， 哦 ，Oh my God， 这个应该就是从庞沙堡出来之后，再跟那个紫云派跟空同派对决的时候，我猜啦，我猜应该是这个场景。那要寄送的是这张明信片，可以送到神秘礼物啊！好不想寄哦，我想要留这张卡片呢。啊，这我想留着哎，什么神秘礼物啦？哦，讨厌。好，再来这个是手卡，手卡。不对，它不是手卡，它是一个，这叫什么？一个卷帘的概念吗？卷帘。好，哎，还蛮不错的。阴间屏风啊，月，阴溪夏侯仪，哇，这蛮有质感。你看那个金光闪闪，宾礼玄机，离忧陆昭仪。鱼溪后面呢？后面就天地劫啊！哇，好正哦！以后我新房子好了，我就要把这个拿出来摆。天地劫，好，再看一次，还蛮不错的啊。不过我现在手边没有之前的单机版的盒子，不在我租屋处。不然有没有想说把环生解忧城幻剑入神魔至尊传游戏盒子一起摆出来？现在我的东西在台北啊，我现在不在台北，有点可惜。没关系，我们之后再开箱给大家看。好，里面还有一个卷轴，难得有手游这么用心。卷轴是写什么？这应该是封册的号码吧？那就不能给大家看了。好，是封色的，没错，所以这个不能给大家看。天地劫，月下同，月下同行啊，对不起，月下同行，邀你一起参加封天地劫封色。好，我先贴起来，好像就是封色啦。封色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1号。OK， 所以8月12号那个是公测，所以我们还是有封测的哈。不过封测是要抽到这个礼包才会玩到封测哦。耶、yeah, ，好险，厂商直接给我。然后后面这个卷轴，哎，我觉得做的很棒。哦，黑龙，应该是黑龙吧？对，平移黑龙，赞啊，赞啊。然后盒子下面还有东西，哦，就是这个。这是宾礼的跟夏侯仪的纸娃娃，那就不拆给各位看哈。好，好，那这个经典包的分享就到这里啦。身为一个老粉丝，玩过天机姐系列单机作品这么多次的玩家来说，看到这些东西真的很感动，都快哭了。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啊。那我们是有封测的哈。然后这个封测经典包送了150抽 给各位哈，难怪他一开始没有说有没有封测，因为是放在这个礼包里面做抽奖的方式。好，那有什么消息的话，我会再陆续更新到我的频道或者是 FB 上面。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款天地劫手游的故事以及它的游戏玩法。好，那也可以多关注大师的频道啊。大师最近也在直播《天地劫神魔至尊传》的直播，我已经直播了第2次了。然后配音的部分，希望可以越配越好。喜欢的频道记得加入大师的
YouTube 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 IG、FB 还有 Twitch， 也欢迎加入大师的天天姐 LINE 的社群，在资讯栏下方都有，也有本频道的社群，那再欢迎大家去加入一起讨论吧。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拜拜。